请出题。人体所需的维生素中，哪一种可以靠晒太阳获得？哦 ，A 维生素 A，B 维生素 B，C 维生素 C，D 维生素 D。哎，来大嫂团，来什么答案 ？A B C D。D。维生素 D 呀、啊。嗯。确定吗？嗯。OK， 一起来看看是不是维生素 D。来。对。恭喜答对了。先哥，大家看了我饿了，我想吃点东西。不要再装风度了，好不好？回去会吵架吗？嗯、不会，我就跟你说，我玩的很凶。哦、啊。哎呦。对啊，我们不用打了，让他们俩自己打就好了。我谢哥，谢刚笑，谢哥交杯酒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从来都不用去和平公园的，我是在哪里？什么公园都可以。哎呦。你我第一次我第一次主动出面制止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不准再玩这个梗了。有没有？大家看他们两个这样啊，明天两只熊猫出来录影。好了，恭喜答对啦！好，那这边可以获得5000。哦，他答对就没有。嗯。乘以二，那你要给谁？你可以给你老公啊。他就只能给绍兴，要不要给谁？就给他了。好好，给他。给他。正在考虑。好了，所以这两double 就给你了。12000。好，那是邵家德的嘛，是不是？下一题来。下一题跟东洋日本有关系。请出题。我们在看日本古装剧的时候，可以发现日本武士的头顶都会剃掉一大块头发。哦。请问过去日本武士在头顶上剃去头发的用意是什么？哦。剃去头发的用意，请按答。请按答，你先回啊，好难哦。请按钮跟请抢答混在一起。请按答。请按答。哦，漂亮，有没有？这一次有认真哦。如果你答对，这一次有认真哦。对，很认真。把日本武士头剃掉，不如你抢过来，你又趴给他，他又答错，摔死双肿。一鸣，摔死的，真是双。在学校，我们俩是最好的。为了钱，谁理你？所以，答不答？答不答？别人答错，你也可以启动。别人答错，我奖金到我这里来。对，没有，没有。别人答错，你他答错嘛，你就可以，你就可以用这张牌。好，给上。好，太好了！我想要进去。你那个表情笑得很痛苦哦。你就因为日本的强巴拉诺，皮桃诺是什么意思呢 ？Open the door， 请出题。哦，旁边有那个艺伎耶。请问过去日本武士在头顶上剃去头发的用意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A， 成年的象征。B， 方便清洗整理。C 身份地位象征 ，D 方便佩戴头盔。哦，知道。那么答案呢？说简单也很难。所以答案就是成年的象征跟地位的象征，这两个其中一个。好，你这一题对不对很重要啊？婷婷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不知道。我投给你。他也 follow me 了。对 ，follow you。日本武士常常真正厉害的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，这边就会有一点光光的。哦。一般来讲是头会整个梳上去，有没有？哎。一般的武士，但是他有具有象征，然后他一个人可以打十几个人都不会死掉。代表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OK， 一起来看看是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有戴头盔嘛，才要被击中。我死了，我要杀你！这是你害的，你自己。而且搞了一个晚上，有没有12000？现在回来这边抢夺奖金，抢过来了。还有还有，还是大家解释一下好了。盔甲是很重的嘛，所以如果你有头发的话，戴上去会滑滑的。所以为了要增加摩擦力，他故意把前面这边剃掉。所以你钢盔戴下去的时候，这边就不会有增加摩擦力，就不会滑滑。里面有内衬，对，有软垫啦啊。最后一道题目来，最后一道题是食物跟鸡有关系，请出题。鸡肉的脂肪低，许多人减肥时喜欢选择吃鸡肉。请问，如果选购100克还没烹调的鸡肉，哪一个部分的热量最高？哦，三个字，随便按，谁按就他打。哦，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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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在怕的。没，不是，那你按有什么用呢？我没办法打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打，你可以打，可以打啊。哪个部位？好，我打。你打。绍兴哥，你是要去收集那个惩罚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他说没在怕啊。啊，那就你上吧，来，好吧，一起来看看。他打也是 OK 的。面对啊。请出题。头发都。父亲好可爱。请问，如果选购100克还没烹调的鸡肉，哪一个部分的热量最高 ？A. 鸡胸肉。鸡胸。B. 鸡腿肉。C. 鸡胗。D. 鸡爪。哦。哎，哇，还分这么细啊？对啊。哎，这题很难。您的答案是鸡胗。鸡胗。鸡胗。热量最高，一起来看看，来。你看，他错。为什么？这个真的不知道。为什么？有福利耶！我先处罚好，再跟你说。为什么？不要让我。我以前刘根廷跟 Bibi， 我认为是艺能界里面最厉害的傻夫妇。我觉得现在颁给你们两位，绍兴跟婷婷，婷婷，你怎么喷到鼻涕都喷出来？他打的，他的鸡往我鼻子里面直接冲。好了好了。这题算我答对还是答错？当然答，当然是答错啊！人家答案是鸡爪。哎呦！好，恭喜冠军是12000分的宋宇。来了，跟我走。上两颗的话，你搞不起。现金就你的。OK。画面两颗，我要画面一颗的话，现金就你的。画面一颗都没有，那就充公了。耳朵好白哦。那如果。辛苦辛苦辛苦！如果有连尾一线的话，10万块奖金你带走。OK， 好，好吧，好，来正式开始。要看。喂，喂，喂！三哥，没有连线，好吧？恭喜获得我们的12000元的奖金。谢谢他们两位可爱的夫妇，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10点，一起送他们的天才达不达。